去睡觉，好不好？预备，开始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呀，这灯又要变了。有得啥？你告诉我们干啥呢？哎呀，儿子，行了，咱洗洗睡觉了啊。行了，那明天我们再接着背，好不好？把你手给我，不行，你给我嘛，你小点声，让别人听见了。你把手给我，我就摸摸手。这感觉太好了。要不然咱们不探家了，在这儿住下吧。你想的再怎么样也不能把父母忘了。真希望时间能停止不动。多好。天亮，我们应该永远记得这个地方。你想想，将来如果我们老了，就选今天这个日子再到这里来，那会是什么感觉呀？你想干嘛？我想亲你一下，行吗？就一下。行，那就一下。多留点，平平多留点。别的，谢谢了，有点够了。没事，行了，孩子，你这也别弄了。好了，孩子，哎呀呀呀呀！
行行，可行行，对对对对，哥，这对别别别，要不然多，行不行？不好意思，以后妈妈就可以给你蒸包子吃了啊。我这都有，谢谢，还有呢，谢谢，谢谢姐姐。拉住大婶，你们回去吧，别送了，别送了，没事儿，送到门口。孩子，他家回来，还住咱这儿啊？萍萍，记得叫弟弟念诗啊。嗯。大叔，婶子，我们走了。啊。亮亮，再见。走吧，走吧。路上小心啊。嗯。鹅鹅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枣拨清波。已经给姐姐送去了，去。姐姐，路上冷，你带着。车厢里，你不敢这样吧？哎，咱俩的事情，孙景文跟我出了个主意，你想不想听？干脆把你娶到妻里，这样你就成了兵团战士的家属。他说咱们家的房子得有男知青亲自盖，盖得高一点，开间宽一些，还要亲自给咱们每一块自留地。接着说呀。他就说这些。如果你愿意，决定娶你。咱们俩都有二十多了，更何况班里边还有帮哥们支撑着。你愿不愿意啊？你别傻笑呀，说呀。不愿意。你撒谎啊！你刚才那么认真听我说话，证明你心里是愿意的呀。我愿意听你说，但是不愿意这样做决定。你不爱我？很爱。如果我不这么决定，怎么能证明我对你的爱呢？我证明了，我也感受到了，这就足够了。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了。可是我想让你早点离开山东屯。如果我同意的话，你很快就会为你的决定后悔的。不会的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真的结婚了，一两年之后，我生孩子了，你当爸爸了，你天天都会为了我们的小家操劳忙碌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就再也不像一个知识青年了，
也没有人会把你当知心看待。我不在乎，到时候你就会在乎。你不像我，你成分好，出身好，你以后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，我不想拖累你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天亮，有些话我必须得跟你说明白。不要把山农团当火坑，不要认为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也不要强求自己要充当一名拯救者。你在山农团待过的，你知道那不是一个火坑，对吧？在那儿也不止我一个插队知青，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插队知青，不是什么兵团战士。他们能受的罪，他们能吃的苦，他们承受的命运，我相信我也可以。我不需要任何人为了我做出牺牲自己利益的决定。接我，不能那么自私。那我们现在算怎么回事？在相爱，对于我来说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你以后要经常给我写信，有机会的时候常常去山东屯看看我。如果我遇到什么事情，伤心难过了，你要好好安慰我。如果我软弱不够坚强的时候，你要及时的鼓励我啊。你变了，你以前是一心想留在冰岛，而且从来不会把兄弟这么好的活着说出来。插队这么多年，谁都会改变的。以前我是一直想回兵团，为这件事情做了不少傻事，说了不少傻话，不是后来写信跟你解释了吗？我也想明白了，在哪里插队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要用平和的心态面对命运的安排，顺其自然，而且绝不原谅自己的爱人。你俩这是干什么呢？这是列车成什么样子了？别跟我那耗子多管闲事，把注意力放在抓小偷上。好了好了，铁路上啊又增开了两列到北京上海的知青专列，现在的票好买多了，再过两个小时你们就上车。因为这样啊，就没有时间带你们回家休息了，这顿饭呢就当是为你们践行，也算是我和静雯尽了地主之谊了。这就算完了。醒醒，给你们说了多少遍了，这是饭馆不是旅店，吃饭赶紧走。还有你，现在时间不短了啊。服务员，啥事儿？哎，我是哈尔滨知青，你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，让他们在这趴会儿，都挺不容易的。是啊，我也是哈尔滨知青，你家没下乡的吗？好，行，再休息会儿，赶紧走啊。哎，哈尔滨的，我们自强自清谢了啊。没事，你们再睡会儿吧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管了，我们再睡会儿好了。来，为了友谊，更是为了你俩的爱情啊，干！
干杯。谢谢。真的干了。啤酒不干多没劲儿。田亮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你是咱们班第一个得到爱情的人，从今往后你要全心全意的爱周平，不然的话我和静文还有班里的兄弟们是不会放过你的，知道吗？哎，我给你俩背首诗吧。你会背啥诗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比银子宝贵的是金子，比金子更宝贵的是钻石，比钻石更宝贵的是好女人，比好女人更宝贵的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产生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什么诗啊？你这是，您那说的不对。那我该咋说呀？比好女人更宝贵的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产生了。啥呀？那就是更好的女人呢。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？周平。好，来，为了更好的女人，干一个。干杯。干杯。你怎么来了？我。你是我弟弟来的吧？我已经来过一次了，但是没找到他的坟。他就在这儿。这。听老辈们说，父母在世的时候，小辈们是不兴墓碑的，想跟他说几句话吗？行吗？哥，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晚了，但是我跟你哥成为了好朋友，以后你也就是我哥了。哥，快过年了，给你寄点纸钱啥的，还有粮票布票，如果你需要啥你就在梦里告诉我就行了。带兵团的时候本来想求沈丽花，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，如果探亲假批下来我一定回来。你信这些？说不上信不信，算是个心愿吧。
知道我弟弟在那边会不会遭人嫉妒来批评他。不会吧，听说人到了那边回忆起在这边做的错事坏事，没人不后悔。但愿吧。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，我希望我能够救你一命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救过我一命吗？那次不算，谁救谁还是说不清的事呢。你就当是你救了我一命，不行吗？我也常对自己这么说，但是不管用。那个愿望还是特别的强烈。你给我记着，以后不许再有这种愿望。拿你的命救我的命，搞什么名堂？扯淡！静儿，咱不是已经说好了吗？齐伟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你真的没有必要再感到内疚了。心里别再有那些古怪的想法了，啊！这算什么呀？北军的部队大院啊，比这大的多的是了。哪位在看我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我爸感觉灵着呢。天亮，是你吗？爸，是我。你等等。你小子这次回来请假了吗？爸，这次是连里批的探亲假。好，你是兵团战士，我是团长，像在部队一样，来正规的。正规的？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在部队，战士见了团长应该怎么样？爸，你在家门口弄这一套太可笑了吧？有什么可笑的？快点，否则的话你就甭想进家门。报告父亲。别护着我，站远点，跑步过来，来正规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是不是糊弄我，我凭感觉就能知道。报告父亲同志，你的儿子赵天亮自黑龙江建设兵团探家归来，请允许进入家门。好，老子又找着团长的感觉了。好，爸。嗯。哎，儿，喝点水啊。哎，小赵，来，喝点水啊。谢谢。小周啊，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哦，小周他妈妈也是医生啊。哦，但不是军医，他爸爸也在部队，但不是现役。哦，妈，哎，今天中午想吃什么饭呀？我来做。这才九点多，你，哦，你们两个没吃早饭是吧？哎，得，我去做点啊，先垫垫啊。不过不用了，我不饿。天亮，我想，我还是先走吧。
哎，你车票还没买到呢，怎么走啊？安心在这儿待着。哎呀，我们家是不是有点热？你把大衣脱了吧，啊，我给你们做饭去，凉凉。你就听我妈的话吧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下午浴室开放，你不是想好好洗个澡吗？待会儿我就去买票，啊，快把大衣脱了，听话嘛。小周啊，你现在要是走了，最不高兴的不是天亮，也不是他妈妈，而是我。我会觉得我刚才说了什么你不爱听的话，让你挑眼了。没有。那我就不走了。小周啊，刚才天亮没说明白，你父亲在部队是搞什么具体工作的？我刚才没说明白吗？那我就替小周说明白点。爸，小周这人啊，在生人面前不太爱说话。他父亲啊，是上海鼎鼎大名的武术家，在部队上做擒拿教练，特邀的。虽然不是现役，但享受正式级待遇。哦，那小周，那你一定也会几手啊？爸，你是不是想学两招呀？学几手？学几手我也练练，强身健体嘛。这个太极拳动作太慢，我这个急性子，练起来不过瘾。爸，你看不见，他就是想教你也学不会嘛。伯父，你别听他的，我一招都不会。你是谦虚吧？啊？哎，武术界真有点家传本事的，都轻易不露啊。不是，我是真的一招都不会。小周啊，你来一下。哦，来了。天亮，你过来。耳朵，我喜欢武术家的女儿，也能接受话不多的姑娘。既然已经对上相了，就继续往下对吧。但是你要弄出什么麻烦来，一定得向你妈如实汇报。她是医生，肯定能够帮你排忧解难，明白吗？爸，你前半句话我听明白了，但你后半句话我听不明白。你跟我装什么傻？你刚才不是说她是你的爱人吗？爸，你别瞎琢磨，我们之间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啊，没有就好。没有就好。哟，天亮回来了啊！刚回来。哼，不让你洗完先回去吗？院子挺大的，不是怕你找不到回家的路吗？我有那么笨吗？赵天亮，我真的生气了。早看出来了，也知道为什么。你怎么能说那么不着边际的话骗你爸爸呀？谎话都是不着边际的，否则那还叫谎话吗？但重要的是，他们都相信了，开始喜欢你了。你少打仗了，袁长。虽然我是黑五类的女儿，但是我爸爸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了，说谎是可耻的行为。我现在觉得自己的行为有点可耻了。好好好，我向你承认错误，别太往心里去了。胆子也太大了。我这不想让你高兴吗？回家后好好睡上一大觉，明天早上陪你去北京城逛逛，然后再送你上车，好吗？嗯，走吧。
这个风头是专门找人从上海捎过来的，我们平时啊很少用到它。伯母，您真好。小周，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们。那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天亮是不是不只是战友关系，对吧？那天亮对你好吗？嗯，好了，来，抹点油。那你跟我说说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，就是他不讲道理，突然对你发脾气，要不然就是明明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伤了你的心，还不肯主动向你认错。来，小张，坐这儿。我跟你说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把我们这儿当成你的另一个家吧。小周，天亮他爸爸脾气不大好，过去带兵打过仗，后来双目失了明，待在家里头还享受着部队的各种光荣待遇，他感到内疚，所以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发火。今后跟你熟了，说不定也会冲你发火的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记住了。哎呀，你们这爷俩这散步散到哪儿去了？这么半天的啊！我爸说呀，走远一点儿，是为了给小周买到一种可能从来没吃到过的东西。人家是上海人，什么东西没吃过？切！北京的大冰糖葫芦吃过吗？冰糖葫芦，听说过的，但是没吃过。伯母你吃。哎，你吃你吃啊，给你买的。小周啊，你那个是天亮买的。你伯母的这个得我花钱，要不然这好人都让他给做了。我就知道，他虽说眼睛看不见，可这心里头啊不能没我。那当然了，这忘恩负义的事儿咱哪能做呀？来来来，你先吃一口。你先给我拿着拐棍，我先脱了衣裳。你看这招急劲儿，哎！北京的大冰糖葫芦啊，全国独一份，在上海啊根本见不着，是吧？小猪长得怎么样啊？哦，挺秀气的，也很好看，而且啊，人还挺文静。啊，跟我想象的差不多。哎，你说咱们天亮还真是挺有眼光的。哎，这回你可听清楚了啊，不许你横加干涉，你要是把他们两个给拆散了，我可坚决不答应。我是那种人吗？你怎么不是啊？曙光跟小兰的问题上，你不就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？那是两码事儿，别往一块儿搅和。哎，天亮说小周不是他的对象，是他的爱人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年轻人是不是，兴这种称呼？不会吧？你看咱们大院的人哪有那么叫的呀？没结婚就不能叫爱人。喝吧，甜的。天亮，我不喝豆浆，要不这一碗你先帮我喝了吧。小周，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不喝豆浆。哎呀，你说我这一饭来吧，直接到食堂里买的都是现成的。没事的，我喝白开水就可以了。行吗？行的。哎，要不
我再给你做点别的去吧。伯母不用客气，在家里的时候，早餐前我也习惯喝一杯白开水的。哦，那你就喝你的白开水，我们喝我们的豆浆。吃你的饭吧，哪那么多话呀？嗯，哎，吃吃啊，你吃。再生我的气啊！你别生我的气了，我也不想那样啊。吃素的人看到别人津津有味的大吃肥肉，如果做出你那样的反应，那是丝毫也不奇怪的。吃什么东西吃伤了，再看到别人吃那种东西，也会有你那样的反应，那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可你呢？自己不喝豆浆，看到别人喝豆浆就吐。你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。他连看天亮喝豆浆都恶心得难受，还想吐，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哎呀，是啊，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我问你，你怎么倒问起我来了？别忘了你是医生。哎，我说你对我好什么呀？她即使怀孕了，那除了不爱吃荤腥的就是爱吃酸的，也没听说过谁怀了孕以后不爱喝豆浆和看不得别人喝豆浆的。所以你才有责任搞清楚吗？你才能打消我心中的疑虑吗？我要上班去了，你一个人在家好好疑虑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你呢？猜测归猜测，可你的猜测丝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。一会儿他们两个人回来了，你可别乱问问题啊。李军医在吗？哦，来了。谁呀？有你们家信。哎，好嘞，谢谢啊。谁的信啊？哎呀，曙光来的。快快快，撕开给我念念。哎呦，我来不及了，我得上班去了，回来再说。你现在就念。你跟我横是吧？好，自己看。你现在就念吧。在我下乡之前的那段时间，我们家经常被查抄。不仅我父亲天天要挨批斗，我也没有办法幸免。学校里有一些红卫兵，不知就怎么知道了，我每天早晨是喝牛奶的。这让他们非常气愤。有一天在学校，他们不知从哪搞了一小盆豆浆，非逼我把它喝光了，说要改造我的思想，要首先从胃的改造开始。我实在喝不了那一盆豆浆，他们就把我的头摁在课桌上，有人掐着我的腮，让我的嘴不能闭上。
有的人拿那一盆豆浆往我嘴里倒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一看见豆浆我就……他们当中有我的同学，还有曾经的好朋友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心想要当兵团战士的原因。如果我能够成为仅次于正规部队的兵团战士，那我就不会遭人歧视，也不会受到这样的凌辱。好了，该告诉你的我都跟你说了。你别再生我的气了。正平，从今往后我要保护不好你，我就不会是我爸的儿子。绚丽的青春指甲画出人生的层叠波澜，一代人的追忆，当地难以平静的心田，难忘那苍茫岁月，呐喊着温暖的春天，默念伴随着无怨无悔展开人生的风范。晶莹泪光闪耀你我曾经的容颜，风雨中的思念一路相伴着过往流连，哪里有雪野大地，哪里有战友的生死相见，哪里有山村的船，哪里有父老乡亲想。